先等一下哈，什么何老师哈，太家好，哎，陈总你哈，什么太家按用心来支持你，白鹤老师的舞蹈展，我出来是一个电厂哈，你都要去换衣服休息，偶尿哈，对，你留妈坐在去上厕所哈，我是电厂，如果有兴趣留下来，什么何老师介绍哈，我要介绍我这首歌，刚才何老师讲，我住台北，台北哈发光海待台北，我去年的作品。我是台北市的市民，我是桃园县新屋乡的客家子弟，从桃园移居到台北来当客家人，也是客家人的台北的客家人。那我用我的客语来表现，来描述我住的台北是有多美。其实还用哈发来形象我们台北市，而本台很多不同族群说，我们用客语可以把台北市唱得很美丽。啊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我会唱两首歌，你不要唱完就不好赶下去哈。好了，谢谢什么太阳，哎，拜拜，我是台北，希望大家多指教。上帝天地创世光，我的阿爸到顶来。
我介绍一下，这首歌词是张淑韵老师的大作。来，淑韵老师，什么你好？来，谢谢。啊，谢谢张淑韵老师哈。从去年开始，我就一直跟他合作，创造新的专辑。先预告一下，1月25号，也是礼拜六的下午，也是在这边，我跟张淑韵老师一样的第二张专辑，叫做《台北上东江》，台北的声音很亮。其实原来是儿童歌曲，我把它转化成亲子同唱客语歌曲集。好，哦，对，还是还是，很清楚的，等你哈把它强迫一下哈。其实这首歌这出这个专辑其实我们不要占太多的时间哈。谢谢张老师，好，谢谢。下次礼拜25号好好介绍张老师哈，谢谢。那这张专辑希望大家来一起来共享，叫做《亲子同唱客语歌曲集》。虽然是写给小朋友，但是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都可以来，希望祖孙三代一起来。其实用客语的角度来推广我们台北市的美景，这里面都是讲台北市的风情，台北市在地的心声，教小朋友再用客家话来形容台北市的美丽，里面没有一个客字，但是呢，用客语来讲。我希望大家来支持啊！再讲到第二首歌，你不要叫我唱《满江红》哈，他每次都叫我唱《满江红》，将军我哈，来给不给带来第二首歌，其实要献给了百合老师，其实我很敬仰百合老师，那么用心在客家的这个艺术的表现，那我带来这首他很喜欢，因为上次我唱的时候，他很喜欢这首歌，就是意大利的民歌，拿破里民谣叫《Osso del Mio》，那第一遍会用意大利文唱。那其实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？Osso del Mio就是我的太阳。其实百合老师对于客家的舞蹈艺术跟文化艺术的奉献，他的心就像那颗太阳一样，永远那么炙热，永远不会熄灭。第二遍我会用客语来唱，那客语会提到客家的山歌、客家的童话。那其实百合老师虽然他是百合，但是他跟童话一样，非常的谦卑，该开的时候就开，该收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。做客家人最难的一个精神，我非常敬仰我的百合老师，由拿来这首歌来献给我的百合老师，来 Osso del Mio， 希望大家喜欢，是不？谢谢。Thank you.
谢谢，我们稍待一下，刘志伟给我这个机会哈，以全力来支持我的这个专辑，那不管吉飞还是什么，我们来助力啊，刘志伟，谢谢诸位，我们也好好来表现，因为你看看您记者的后来来表现我们台北市的美丽，啊，这个地方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那个有位美女要向您致意一下，钟老师有请啊，好，没有，谢谢老师。 陈老师，谢谢，他是我的。来来来，谢谢。英雄惜英雄啊，在客家的舞台当中的话，大家互相的来勉励，互相的合作配合。谢谢陈老师，陈教授。接下来。